接吻站。
抓不少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
那么聆听歌谣之后呢，我们的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再为各位简单介绍我们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祭典。农历三月份有播种季、求签季，农历七月份呢有狩猎季、百蔓季，而最慎重的呢是农历八月的祖灵季，也就是少族新年。 少族新年又分为大过年以及小过年。若有族人主动担任新年的主祭者，就是大过年；若没有主祭者呢，就是小过年。小过年即在农历八月五日就结束。鹿岸祖灵祭呢是少族最特别的风俗，在西元2014年呢被台湾文化部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哦。好，介绍完我们少族祭典以及新年之后呢。 接下来，我们再一同来欣赏我们本场最后一首曲目《伊达少之美》。那么，伊达少之美的曲艺是说呢，一棒日月潭湖畔结合着水陆风貌、部落记忆文化呢，正衬托出我们少族对本土的恋恋风情。我们一同来欣赏《伊达少之美》，请欣赏。 Thank you.
只要有水就好。